等一下。好了，好了，是吧？来，哎，欢迎各位啊！好，咱们的朋友跟着他。西藏最大的地质矿产。我是工作人员啊，会负责给你们介绍，让你们可以了解到西藏的一些宗教文化，还有西藏神奇的一些宝石啊。进去以后呢，希望大家请跟到我，他们博物馆面积比较大啊，不要走散。来，好，来我们这边请吧。好，主持人跟着他。欢迎欢迎。欢迎来，咱们台湾的朋友这边请。好。就在于这些图腾的花纹，你们可以仔细看一下，它有的就像这个观音，有的像这个龙。来，后面的朋友，咱们这边来，跟到我。既然来到咱们西藏了啊，我首先把这个西藏的概况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像这个地图，我们看看啊，它是整个西藏的总面积。我配在这身上的话，西藏的面积非常大，有这个122万平方公里。但是呢，西藏的人口非常少，只有280万人。整个西藏呢，它是分为两部分组成，就是这个前藏后藏。你们知道怎么划分没有？前后藏不太清楚，我们可以走近点看看。好，从拉萨开始算。对了，以拉萨为中心嘛，啊，往东有三个地区，就是山南、林芝、昌都，这边是前藏。嗯，而且西藏大部分的人口全部住在这边，前藏的海拔低。它的经济比较好一些，在以前呢，这个前藏是由达赖喇嘛管辖的啊，后藏也是三个地区，就是纳曲、阿里跟日喀则。那么我们看看后藏的面积非常大，对，但是这边的海拔高，它的人口少，经济也没有前藏好。前藏是这个达赖喇嘛管辖的，后藏就是班禅。我不知道你们去了这个日喀则没有？还没有去吗？还没有。啊，日喀则有个寺庙叫扎什伦布寺，历代的班禅就住在这里。其实我在这里主要给你们介绍的是西藏的一些矿产。啊，西藏最著名的三种宝石被称为这个藏传三宝。藏传佛教的第一珍宝就是天珠。天珠。对了，很多游客认为天珠是陨石的碎片，或者是天降神石，这都不科学。实际上，天珠它是一种矿产，只产在海拔5000米以上的喜马拉雅山脉，离天最近。天珠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啊。但是它到底是什么呢？我们这边来可以了解一下。来，我们各位嘉宾，对，你们可以走近点看看。像上面的这块石头，这个就是天珠的原石，没有经过任何的人为加工。实际上，这个天珠经过现在科学研究，它原来是海里的生物，是经过造山运动以后呢形成的这个亚玛瑙化石。你们看到天珠白色的地方，就是生物的化石；深色的部位呢是无机矿物。它真正的西藏天珠一定是这两部分组成，矿物学上叫什么？叫九眼石。但是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天珠，它是比较普通的，是新天珠。新天珠是这个机器加工、机器开采、机器打磨的，产量非常大。啊，真正那些藏民认为好的天珠不是这个，是老天珠。啊，老天珠跟它有什么区别？来，我们这边看看。好，大家看看，这个就是老天珠。啊，首先它们跟新天珠的颜色有区别。老天珠的颜色呢一定是暗红色，新天珠是灰黑色。因为老天珠存矿年代久，15000万年，新天珠存矿是7000万年。而且我们看老天珠这个表面啊，看它的表面，它没有新天珠那么亮那么光滑。为什么？它是以前的藏民或者喇嘛用手工磨出来的啊，那个是机器做的啊。而且这个老天珠呢磨完以后还要放到寺庙再供奉70年以上啊，像这种天珠才是老天珠。所以说老天珠在西藏是真正的佛缘品。我不知道你们去了大昭寺没有啊？大昭寺佛祖释迦牟尼头上有一颗九眼老天珠，那颗天珠有1300多年了，而且还是松赞干布亲手为他镶上去的。所以说天珠在西藏地位它是至高无上的。我们在这些法器上面看看都能看到天珠。来，这两个法器大家认识吗？这个杵，对了，这是降魔金刚杵，在西藏它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。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天珠啊，像这个天珠它有200年历史的，怎么看呢？我们看它白色的纹路上面有红色的斑点，这个叫什么？叫朱砂。
啊，我们说的专业点说叫做血庆，因为这个天珠它是密宗的法器，那些活佛喇嘛念经的时候都要拿在手中这样摩擦的，长期的摩擦吸收人体的汗液，汗就产生了化学反应，那么朱砂越厚证明它在寺庙供奉的时间越长啊，像我这个珠子是70年，它的朱砂是成点状的啊，像您看这个朱砂它已经成片状了啊。那么我们可以这边看看西藏的绿松石，藏传三宝之一，西藏第二宝绿松石啊。绿松石呢，它在西藏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，叫母亲石，因为这个公元641年文成公主来到西藏的时候，从内地带来了很多的绿松石来西藏供佛的啊，但是当时呢在西藏并没有发现绿松石，后来在这个那曲多哥措人才发现了绿松石原矿啊。文成公主认为是什么呢，这个西藏的藏民认为是什么呢，文成公主把种子带进西藏的，为了纪念她取名就叫母亲石啊。绿松石在西藏的用途比较多啊，第一种用途就是做药啊，有一种藏药啊叫25味松丝丸，主治肝胆疾病，清肝利胆啊，做药的啊。还有一大用途就是绘画这个唐卡做颜料，你们来到西藏了，在那些布达拉宫大昭寺看到的唐卡几百年上千年的，为什么它的颜色还是那么鲜艳，它用的都是天然的矿物颜料啊。刚才我们这边腮红是什么呢，为什么高原会出现腮红呢，大家知不知道，因为西藏是以前就是海洋，它是当今世界上最年轻的陆地，由海洋转化为陆地的啊。红珊瑚它的颜色非常漂亮，里面有个宗教厅啊，我们可以了解一下西藏的宗教文化。这个是西藏最古老的一个地图，摩尼仰卧图。现在所看的这个是谁画的？这个是喇嘛画的。待会儿我告诉你解释一下这个摩尼仰卧图。那么文成公主当年来到西藏的时候，她到了西藏的地界，发现西藏这个地方特别的荒凉，而且很多人在生病啊。文成公主用了1年的时间走遍西藏的山山水水，她发现西藏的地形是什么，就是一个仰卧的魔女，就是一个浪外啊。那么她就向这个松赞干部建议，要在魔女心脏的部位建造一座寺庙。这个寺庙什么寺庙，是在上面它相继有很多的一个呢藏传三宝，这个寺庙它心脏部位有一座寺庙啊，对了，这个寺庙叫做大昭寺，只有建造大昭寺供奉释迦牟尼等神像才能镇住这个魔女，西藏的人民才能比如说平平安安。而且后来很多藏民在他的各个的关节部位，比如说手关节，我们看脚关节，相继又建了11座寺庙啊。这个就是一个魔女仰卧图一个简单的故事啊。但是这幅唐卡啊，这幅图它是以这个唐卡的形式绘画出来的啊。具体唐卡是什么呢，我们这边来啊，各位，唐卡它是西藏的百科全书，那么也是整个藏传佛教文化的一个缩影，我们甚至可以从一幅唐卡当中了解整个西藏的历史。那么什么是唐卡呢，唐卡是藏音啊，翻译过来就是可以随身携带的卷轴画。西藏是游牧民族嘛，全民信佛，藏民为了随时供拜佛像，所以说把这些佛像画在这个牛皮上面啊，或者亚麻布上面背在身上，比如说放羊的时候随时拿出来供奉的啊。唐卡的简单意思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。唐卡呢分为两大类，一种是国唐，一种是紫唐。国唐是什么，就是绘画这个刺绣唐卡绣出来的啊，像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是紫唐，它是绘画唐卡画出来的啊。那么真正的西藏唐卡它跟工艺唐卡有什么不同，真的西藏唐卡必须具备两点啊。第一点，绘画唐卡的作者必须是寺庙的上师或者一些有修为的喇嘛啊，这是作者啊。而且在绘画唐卡的这个时候，它有非常严格的宗教仪式，比如说沐浴啊、净身呀，或者拿这个天珠滚身啊，还要请文殊菩萨上身啊。为什么要请文殊上身，知不知道，不太清楚，看看。因为文殊是智慧之神，请文殊上身以后有了智慧，绘画出的唐卡才更具有灵性。而且绘画这个唐卡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，比如说一幅小的唐卡要3-4个月，大的像这个唐卡要1年左右。所以说一幅唐卡它可以说是一个大师一生的心血，这是他一生的功德啊，这第一点啊。还有一点是什么，绘画唐卡的颜料非常讲究，都是天然的矿物颜料或者植物颜料，比如说这个金色的地方这是黄金粉啊，绿色的地方是绿松石，
红色的地方是红珊瑚，所以说真正的唐卡它的收藏价值非常高，啊，跟我们看到的工艺唐卡不一样，工艺唐卡它绘画的颜料是化学颜料，而且它不是喇嘛画出来的，没有在寺庙供奉过啊。那么我想问问各位，你们知道这几幅唐卡是一个什么意思，知不知道？能看出来没有？看不出来是吧？其实这就是活佛转世啊，金瓶撤前，来我们这边了解啊，来。来，咱们各位嘉宾啊，这边。可能来到西藏，大家看的最多的就是这个了。只要有那个藏民的地方，都有钻经。嗯，钻经是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就是朝佛拜佛的意思。啊，那么我们看这个钻经筒上面，它写有这个经文，这些经文叫什么？叫六字真言。安玛尼贝贝哄。我们看到藏民每摇动一次，等于将经书念了一遍，等于向佛靠拢了一步。啊，如果我们感兴趣的话，想给自己的家人带点福报，我们也可以转一下。转的时候怎么转呢？要顺时针，啊，这样子转啊。哎，可以了解转一下，看一下啊。对，不放心。对，看一下啊。安拉依贝贝哄啊，啊，大家转的时候慢点，来到高原，不要转的头晕了。好，对对对。好，三圈就好了啊，不要转多，转三圈就好了。三圈了。对，转三圈，转三圈。三圈啊。天珠。这样照下来可以，然后这边有意义，这边白色就是它的干净性的，只要有一个从白色到这个黑色，它每一个眼的意义不一样的，一个圈就代表一个眼啊。休息一下，请坐吧，没关系。好啊，他这个他刚刚啊叫我抓每一个叫我抓的时候，说我有没有什么感应，我都没有感应，因为我本身我们就是一个强大的电子磁波。那个电子磁波假如强过它，你一定没有它强不到你的吧。既然这个灯光很亮，那个弱灯光就被你照到了，它就没有。但是呢，拿着他把我带着这儿，说那我说我要最好的，我要最大的力量，最好的。他说好，那你来，我给你拿一个来给你看，你看看这个力量够不够。可是当他还没有拿出来什么的，佛菩萨已经见我给我顶礼了，感应了。我就知道你菩萨在这里度化众生呐、啊。啊，你们又很会做这种天珠的这个介绍，啊，这个度化众生呢，现在呢，我就是告诉你们一个现实，这个我就跟他讲，这一颗珠子，我拿到的时候，我不觉得它的磁场大，但是我觉得它的业大。你看，我们现在跟你印，我讲话哈、啊，就是大家来做参演，它业大了，业大在哪里呢？当初这个师傅也好什么，他把这个拿出来的时候，或者做法器做什么，好比说这个哪个地方不舒服，像这个眼睛不舒服，给你弄一下啊，你是不是觉得好了呀？好就好了。其实呢，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在对方是一个安慰感、心理感、一种体贴温柔感。当然，这个人民都非常好的供养上去，那这个业呢，就掺连在这上面。哦，明白。连在这上面，那个业也许就不跟他了。就说我跟师父常听闻法，我就叫师父时常把我拿去摸一摸，把我的劣性摸掉。好，借它也是软滑的嘛。对。好，那这个业在上面。好，那业在上面，可是那个人呢，得到的那个人呢，他没有修道，他没有修到上师，说这个业
密宗的上师都是顶顶业嘛，哦、顶劫嘛，嗯，对。他没有想到上师你都给我顶了业了以后，我自己有没有忏悔的力量，能够把这个业化掉？所以要化，要有什么心？要有圆满的心。圆满的心。化化什么心？像比如这一颗珠子，我刚刚就跟他讲，这个珠子很美。你买这颗珠子的时候，它这个都是圆的，有没有看到？就是叫你要圆，你四周都是要圆，你要把这些人都渡起来，渡成圆满圆满。那中间有一个，中间有一个是就谁了？就是你的中心思想，就是那个是我。记得境界啊，境界，嗯，我就是，你就是最大。像上帝也说，天降地下唯我独尊，佛陀下凡说唯我独尊，那个我，那这个我是没有私心的，没有杂质的，而且是钻在正中间的。假如这个上师拿了这颗珠子做，顺便拿这个珠子做讲道，那这个里面就是无量法器，无量功德，无量的力量出来了。那然后再看这个面，他选的也很好。这四个圆圈，你要说四路财神，那你这个人贪财也，哎，他听了很高兴，是啊，我当然发财嘛，他也很喜乐。可是你说四季如春，四喜都到，那也是好。所以这个念珠它本身就让你有一些弘法的这个力量在内，但是你没有把它弘法到，产生的什么现象？你看黑的美吗？瑕疵，瑕疵，聪明。假如这个黑的把它变成这种统一色，我就说它的力量就够大了。所以佛在这个地方看，你们的心只知道叫我天珠来给你们消业了，我的眼睛痛了啊、我头痛了，我哪里痛？消了半天业，你的心在痛啊。过两天你还是看人不顺眼，发了脾气，火烧功德林又痛了，又要找师傅说，师傅，请你拿你那个天珠给我摸一摸。师傅的心是柔软的，师傅的爱是让他甜蜜的，他回去欢天喜地了，没有达到真正的爱心启发出来。所以这个上面你都可以看到不圆满了。像这个珠是很贵的，这个珠价位有点高，但是能够真的像您这样体会到它里面的一个经历的话比较少，是都不会讲。所以我现在讲给你听，你这个经理又漂亮，又会讲话，又可爱，刚看你这个脸就像菩萨脸，就像那个后面那个香很像，但是我信佛，圆圆的，我自己信，很漂亮的，很漂亮的脸。你们呢也是一种机缘巧合，我们也是一种缘缘。如果在别的一个商场的话，像这么好的珠子你们也看不到，所以你讲得出那么多，我能感受得到，感受到这个。他刚刚说这个多少万呢？这个33,800，你看这么贵呀、你看我现在说到这里哈，下面的那个冤亲债主就是业都在磕头。他说啊，我被师父都抓到这个里面来了，我一直迷恋在这个里面，要抢人家买，人家买去也没有法力，也没办法超度，我就挂到上面，挂，我变成个死的宝，死的宝。那就请大师度化他们。我现在在度，不是活的宝。对，好，那么我一旦开悟了，我这个灵魂是活的宝，对吧？那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讲一种机缘，如果的话，你能把这个。等于说这个法器运用的那么好，对这个东西把它弘扬的那么好，但是话如果说你真的想把这功德跟这圆满给带回去，假如他那个时候用的时候，他像我这样讲到，他这个色就没有了。我有一次到南海普陀山，在观世音的脸上有一个黑点，我一看南海观世音啊，我说你啊脸上无光啊，是我们的错，我们众生错，让你菩萨脸上无光，我的脸上也有黑疤，你的菩萨脸上一个黑疤。我回去以后讲道，把很多道尽量讲，讲不好没关系，请你给我开智慧。我说希望你脸上的疤不要有，我没敢说我的疤呀。过了若干年以后，我去看南海普陀山的观世音，他的脸上疤真没有了，这么个大黑点，真的这么。我再自己看我的脸也没有了，你没看到了吧？所以这就是那个意思，业黑点。还有讲这个，要假如说一个懂得这个的，他不会去买一个差这么一点的瑕疵。但是您懂，您懂。我也不懂，我只是说把我挑的那几个，我为什么买这几个，我再跟你讲哈。这是我第一眼看到的。它是八个圈是吧？对，七八个眼。八个眼。我的意思，眼观四方，耳听八方。耳朵，
就戴在手上，不要忘了常常观察一下身边的事物。对对对。啊，八个耳朵，这个是啊，这是我女儿属虎的，她一个方的，一个圆的。对。我心里想，你那个个性他们都棱角的很刺的，人家都受不了，你什么时候能够变圆一点啊？小慧啊，我那个宝贝蛋啊，这边坐着呢，坐着呢啊，那是可以拿给他，哎，给他带啊，你看叫他要是训练出这样子，他那个方角就没有了，就不会伤人了啊。这个傻瓜，等一下回来我给你看啊。还有这个是几个圆，他这个它这个七个圆、七个圆，它这里有点裂痕，但它不是裂痕。那七圆之中是属那个什么的？它上面有个生肖，属马、属羊、属猴都可以。哦，对，嗯，属马的嘛哈，所以因为七是个吉祥数，七是个圆满数，好，我希望它做事圆满，我不要落在谁手上，哈。看，还有这个两个眼，这个两个眼，哈，这两个眼就没有多的。这个也是个属相这边的，对，我想对呀，你就两个眼了，你别太多眼了，眼多了也是是非啊。对，是非多，上天叫你看钱向前看，不要向金钱看，是向前面看啊，向好的方向看，哎，好方向，两个眼向正前方看啊。这也是我要顺手的骂他们一顿的了啊。这个呢，你看这个眼中有眼，一个方的眼里面还有小眼，这个大的眼，这个人呢，啊，你别势利眼，见钱眼开瞪得特别大，他见了钱呢，这个圆圈的方的眼呢也见钱眼开。假如说你没有道德的眼，你的钱呢恐怕就不见得留得住了，是不是啊？是，我就要跟他讲，你看了这个钱了吧，可是看看你这后面呢，你圆不圆通呢？你要是不圆通，我看你的钱也不见得留得住。所以我要送东西的时候，我要跟他讲个道理，讲完道理他记起来以后一看，哎呦，就这个德行啊，一看我就这个德行。很高兴，很高兴，来给我们当时鼓励。看看今天，好，善电珠送送。像这个，如果说大师如果想帮我度化雷克老天珠，如果有这个佛心的话，像这个价位的话，我们特批，好吧？只要看中的话，不用讲折扣，就是一个我们从寺庙里面出来的价格，好不好？啊，好，谢，好吧。刚刚那个是药师佛加持的，你看我现在，讲你，你看他脸红的是全脸红，你没发现？对，你们自己看看他的脸红，好漂亮，这个连耳朵都是红的。您自己看，知不知道？他现在吸收到，他吸收到的是他心里接受我以后，他是吸收到佛光，我感应到你，真的感应。那我再摸摸你的手，佛，哎呦，佛光普照，现在哇，好强哦，佛光，都红的，都红的，恭喜你，你应该感谢。谢谢哈，谢谢，要知道了，跟你的缘分啊，很亲密，是不是哈？你静下来，用内心感应，要内心，内心感应，内心发自内心的去感应，那是谁？达到了吗？嗯，有，想要什么？你讲，我想要讲什么？有点激动，对，没错，有点激动了，有点激动，没错，真的很开心，很开心。我讲个故事给你听。前世你就是皇宫里的公主，她都在应了，公主，所以呢跟这个地区有缘，今生又到这边来，你看你身上带的琳琅满目的漂亮，是不是福报很大？嗯，应该是吧，反正我觉得，我挺信的。你信佛不说，你也爱弘扬佛法。假如说这个道理都没有给你讲，只是让你去把玩，这就把玩的玩物，失去了你原来的那个佛性。你的公主得到了富贵荣华，今生又得到富贵荣华，您要不要回天堂啊？那当然是肯定要回的，这肯定是要的。修自己的这一次就是为了去西方极乐世界嘛，对吧？修就修这个，然后我现在也是在修这个嘛，对呀，对呀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你要是想我的话，你就往台湾的方向想我，可能梦中我就会来跟你讲话，讲上几次你就知道了，知道了，我现在不要讲太多，讲太多你说你骗子来骗我的，
就这个德性。那是跟我们没有缘的人，那是不了解这一层意义的人，才会这样说的。啊，给你送一张吧。哇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我们是到处跑的。有事的时候拿出来，然后念。有的时候你可以跟他祈求一下，嗯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，嗯，甚而我们有 email， 嗯，有网络，你也可以给我们查。我们这个上面有网站，嗯，这上面下面最下面这边网址，你上面。我的名字就是这个名字。哦。你现在的感应就是这个，刚才震动我的心了，就是。对，震动你的心，母仪缓啊，很想要流泪的样子。对，就是。我们都流出来了，你还不流啊？我们都流出来了，可能是我大人比较浅，年龄比较轻，嗯，但是我觉得我蛮那个的，因为头一次见面不敢，嗯，不敢。我们做好 CD 可以送他，送给他，我们可以寄给你，好不好？我们看能不能寄。今天我们就可以做。今天我们就做了寄给你。好，那是唱片的，那这个录音带的 CD 片看什么时候能够寄进来？大陆啊，管制太严了。你看我们一进飞机场都被管制了，都没收，尤其要藏区的话，没收的更惨，两个整个团都给你没收，没收不让你进来，所以我们带了好多，准备好了临时都要撤下来，嗯，真了不起，这个地方的气团很好，希望你在这里弘法，这里的菩萨也很有力量，嗯，起来那么远出来上班就是为了弘扬这个，对，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这个文化，嗯，对，善由身心嘛，嗯，一切就是由善，嗯，然后讲话也是善，叫你买东西也是善，嗯，然后我点化你去做点什么也是为了善，嗯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这个缘里面走嘛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就是这样想的，对，就这样子，嗯，脸也很漂亮，很容易亲和力又很强，嗯，哦，你这也真是的，嗯，好多，哦，好多，你们看嘛，真的，如果是我能力范围，嗯，因为毕竟我也是公司的员工嘛。比如说只要是出自于寺庙底线我都会给你们，不会加和任何的这个我们的东西，干脆这样吧，你有没有小东西，嗯，我买回去自己串，便宜一点的，亮丽一点的好东西，自己串，对，嗯，那就小的，带这么一个，我们没有一点，我们不敢说买大的，啊，买一颗挂在这里来做纪念，看看，来哈，有没有可小的，哦，小小一点的哈，便宜一点的，嗯，每个人都有，顺手就有的力量，嗯，这是不是你的意思？这就是，对，这就是拿出来我们作为一个宣传的，嗯，最小的这个，也是一些从事像你们说的这种法器，嗯，一整条以后我们取下来以后作为一个零碎，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地区的，对对对，就贵重的了啊，对，不是我们在那边买的，不是不是，这个就是漂亮的，凝聚一边这边的一种文化和历史的这个。等于说了解老天珠也了解了这边的文化，是这样，嗯，你这个怎么卖呀，这个你先看好，这个我们就不说，嗯，这个这是多少的，这个是特价560的，这个就是这样，360的特价，这个就是算他们300，嗯，这个的话就算他们260块，然后我建议你挑就挑这个，哦，嗯，你们这个价位都是这么高啊，这个已经最低了，最低了，嗯，因为我们收回来这个款项，我们等于说，嗯，我们只拿20%，嗯嗯，是这样。那你那个别的便宜的呢？还有没有最便宜的？你想要什么样的？我想要最便宜的，宜的拿来大量的小米珠，小米珠哈，嗯，台币、人民币、人民币的，嗯，那还有没有别的？我叫他去拿了。他去拿。你们是不是觉得他们没有送我礼物嘛？有点不高兴嘛？还是什么？他掉哭了。你我服侍他凭什么得你的东西？哦，就为他是你女儿吗？哦，那不给我怎么办？回去又怎么办？你就为小佩不高兴，是不是小佩呀，啊？那可是你要想啊，那他天天在我那里吵也不是个办法呀。他想了一辈子，到现在30多岁了，连一颗都没有。嗯，我从来没送过给他过。小慧也没有送过礼，你看小慧身上也是光光秃秃的。对呀，对呀，对。两个孩子在这一方面都很，你们做恩公的也要想想，一个母亲把钱都拿来做弘法，没有一点给小孩一点温暖，也没有给小孩一点美的感觉。这个孩子在我这个妈妈面前很干枯哎。你讨玉子令对不对？那你讨。我是黑令旗呀，你怎么没有想到我的立场？那你要想想看，你也不能带呀。
你是看不到的人呐、啊，你能带吗？我不能带，他为什么要带？他凭什么得你的？他得我的，那我问你，他带着我永远都看不过去，我得什么？那你也不能带呀。那你们这阴了，我只能给你烧金纸，难道也要把这些东西都要烧掉吗？像我都时常说都不做陪葬，连我妈妈临死的时候连耳环都拿下来不做陪葬，一个点点的金都不做陪葬，你想拿来做这个做陪葬吗？他只能在人间讲这个道，或者在人间美化他一点，让他们的性情稍微温和一点。那么他们的性情温和，我是不是比较不会那么催老啊？你想想看，你们再好，你们都是把小沛运用来伤我，你们再好，你们都拿小沛运用来伤我，你们何尝不伤我？我没有伤你，我是这里的，我根本看不过去。你是这里的什么鬼还是神？你跟我讲。我根本不是神，我领御旨令堂，我是神吗？要这样子指令堂，你不想想把一个人度化回来，才是真正的讨到功德。你没有度化那个人。叫那个人来享福，那你也是罪过呀！一点小的那，不过就是50多块、60多块的小东西，不是钱的问题。你送出去的东西，不管多想，我看得过去吗？我得什么？那我现在送你一个念珠，我不要，把那个天竺送给你。我买的天竺多了呀，准备送吗？你说我也拿不到，我为什么要走？那你想想看。我什么都可以得。天竺一个是多少钱？我买的是50几块。我买的天竺，那个我不敢买多，因为我的钱没带那么多。那我送你天竺，这样就可以吧？我天竺为什么买多一点？就是准备要备用，大家都没有代表什么，只是在这个天竺之中，我希望来度化，是真的，对不对？那我送你一个天竺。那么带在玉瓶身上，我跟他度化，那你就在玉瓶。我又不可能一直在他身上，我过不出去。对，问题就出在这里，你关卡你过不了。那你要什么？你要不了天珠，又要不了这个东西，那我只有叫他们来做功德回向给你们。偏偏你们又在大陆，要是在台湾的话还好收，对不对？偏偏在大陆。那我只好把大陆的功德给一部分，但是问题出在这里，功德给，假如说很多都来抢这个功德，像我们一路上大家都来抢这个功德，那请问我们这个道，我们这个路还能走吗？你看这一路，我跟你，我本来很不高兴，你看看这个孩子，你们的冤亲债主把他折腾成什么样子了？你可给我一点方便。我今天来是弘法救世的，他都我管不着，我只能针对小沛。他今天没有来，我根本讨不到。那我问你，我买的那个天珠还不止我的两个孩子，我还有别人，我买了几条？5条啊，除了我两个孩子，我还有3条啊，我还可以送人呢、啊，对不对？我就送我自己吧，我还有2条，我也有想到别人。根本不是我讨的人。那所以嘛，你要想想看，你们这些冤亲债主，假如在这个一路上都讨我的人，都这样子起价来讨我，我也不客气。你是叫我来红马了，还是叫我搞业搞不完？你们要打帮助道，你知道我是什么人了？我今天来这么大慈大悲的，发那么多的光，你沾了光了还不满意吗？难道我给你这个念珠火烧火供吗？你现在时代进步到什么程度了，都拿来火烧火供，为什么不带给人间一些美化，带给一些亲情，带给这个兄弟姐妹一点安慰？你当年有没有做了这一些温暖给你的亲人？假如你给了的话，会闹成这么多血案吗？我今天给你们都温暖，我给你们大家都温暖，我拿一点小来给温暖。你要可以啊，我画一个给你嘛，你又不能带，你能带吗？你能带？我问你，你往身上你有一个肉体带吗？你吐那个怨气，我就是没有。你没有，我跟你讲，
那可是你等我弘法完毕，用我的灵魂来动你们，你不要把我的这些人的身体都控制住，在什么地方都要控制我的人体。你没有说看到我的喜乐，哎呀，这一个母爱，一个师父的心，我在这里为师讲道，我在这里为母为孩子买点小东西。孩子长了35岁了，没有得到一点这些东西。你们看过我孩子带了吗？没有，都没送过。我孩子没有一个金饰，没有一个什么，连雷教官送给我的我也都没有拿出来给孩子用，也摆着丢在箱底了。我都在想，将来我死了，这些东西是不是拿来给你们做展示吧？你看看我要什么东西？那现在我这是临来时，我想是黄教，我就带个黄的吧。到底他真不真格，我也不理，也不懂。你想我的心是在什么？是在一个道理，心上下功夫，是在一个理子上面。那么今天一路下来，你把文经，你们这些恩公把文经搞得这么惨，我都不说一句话。我说过他不是我，他不是你。现在你又搞玉屏，你们把我的人都搞起来，我这个团还要不要走？那我也太软弱。我不甘心，你知不知道你给的东西出去根本考不过去，我什么都没有得到。你得到我多少佛光？我今天在这个地方发了多少佛光？我自己单夜单的眼睛都痛，我拿他那个念珠来弄，你不是没看到？你们这么多的业都是那些师傅该完成的，今天我来了帮你完成。你还欺负我不成吗？你怎么不找你当初红包送上去的那些师傅？我一个红包也没得到，我在这大行普渡，你们还要欺负我？你不是太欺负慈悲的了，母娘还是观世音吗？难道观世音没有怒目相，母娘也不教训孩子吗？你也不想想看，这一路走来，佛光无量，圣水无量，你们要得什么？要得一个肉身吗？再去轮回，是不是？在大陆好好的弘法利益众生，好好的把这个道理给大陆讲清楚说明白，让这个祖国欣欣向荣，让这个祖国前进前进再前进，这才是我们的本分呐！你以为我是台湾人吗？我是中国人。所以你们搞错了呀，我既然是天界的母娘，你就是我的孩子，只是你这个孩子，我真的不甘心，你不要不甘心，我得不到，你得不到，我给你那个念珠，那个什么，给你，我那个，不是这个珍珠，你要珍珠还是要我的那个什么？我给你一个那个，等一下叫玉萍选一个那个什么东西给你。那个山，那个叫什么？叫做绿松石，不是绿松石，天珠，我有多买。你选绿松石是不是？我不是要拿些东西，放开我，不要抓着我。你选绿松石，我再回去让他挑一个绿松石。他是不是喜欢绿松石？你看到绿松石，你喜欢绿松石是吧？那我再去叫他穿一个绿松石给你。等一下带回去再一个，你选一个你喜欢的，我再给你个绿松石。但是不要这样遥控，有心一点的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，我摸不到。所以你知道你摸不到，你应该帮助我打帮助道。你没有跟着我上街吗？你只要我发过餐，你不想过我受的苦。来圣水，圣水来水，来最好来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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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子叫做要挟。阿弥陀佛，我等下去给你选一个那个蓝那个。错过这一次，我什么都拿不到。我为什么不能求你的人？我给你，我等一下回去再给你买一个你喜欢。没有，这不是他不要这个。他不要这个。他要选他的，你也买了两个，是不是？对。不要，你留着你自己。我叫他挑他爱的，挑他爱的。我不要那些。我给你，你不要再控制他。然后呢？
犹如你说的，那是你孩子，难道我不是你孩子吗？你是我的孩子，爸爸，我是你，你是我孩子，就是脾气怎么就像他一样的坏？原来你们都是一伙的，对，一模一样，这是一模一样，对，你们都是一群之鹤，你今生不要学他，我给你买，我等一下温暖你的心，我给你买。我给你买，让你选一选最漂亮的、最可爱的。好。对，现在他就来。好了，好让他高兴就好了。不要碰我！不要，先不要碰，他很痛。他很痛，他那个伤。对，伤痕啊。暴力之气啊。对。才伤。那跟小贝不一样的暴力。难怪。不会说好好的话，好好的说，就是吵着来跟你说要东西。对。真的。所以这个不要碰他，他很痛。他们一伙对打现有的能画不是啊，现有的我怕它缠在上面、哦、我给他就属于他独有的，他有占有性嘛，那赶去买占有性给他，他们下班了，给他以后他们下班了、哎、快进去看，下班了吗？快进去看，再买一个，下班了吗？那我们明天再看，明天来买吧，没有关系，明天不买，在别的地方买，八什么？八一厂，别的地方嘛，对，八一厂去买嘛，八角街嘛，嗯，好，走 ，OK。我们明天再买，你喜欢的，不要对我讲，他已经走了，他对他讲，买最他喜他再喜欢的，八角街买嘛。我看看你这样抓，我手都断掉了。他是被火烧的。对，不能碰。要是说把小佩的那个给了他了，我怕他缠在里面。对，两个都是暴力，又是暴力。对。啊，先不要碰他，他感觉很。不是，我也不接受。嗯。小佩有时候凶的时候，我也揍他。所以你幸亏没在我身边，你在身边走来走去少一点。你就是会表达，只会要，只会发脾气要，就像小孩一样发脾气要，他不会表达。但是你今天找到我了，当然我也是听你的。听你也不能带，那就我就给他嘛。你用他的身了，害得他那么痛。我不是有意伤你的。他说什么？他不是有意伤你的。对，他就这样。我不是有意伤你的。是，他也不是有意伤你的人。你们就这种脾气。那等着那个，看到沿路上你喜欢的，你就讲，你喜欢的，对，就给你，好不好？你就跟我们偷偷讲事情，一个放水，两个放水，将来我这一路都走不了，所以我就凶一点，那我这样子。你也要谅解我，俺今生呢有缘碰上了，啊，也对，表达你的心声，也表达你的心声，啊。没想到关门了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，我现在再买，还有机会。对啊，我们明天还有，明天要去逛街了。他不是真的要，不管你要不要，也是应该的，因为本来我买东西从前都是爱带，对啊，今天是真的，我今天这次平常我都带10000人民币，这次我真的要带。就是旅费上有一点，因为这次没有，丽艳有问我要不要带什么钱，我说大家都出来好几次了，不会那么稀奇要东西了。所以我说不要带钱，后来不忍心还是带了，叫丽艳准备了5000块，用物点分散，因为带钱怕掉。所以我不是要你关心，我只是要你知道我。他不是要你的东西，他只是要你知道他。现在知道了，都别录起来了。我等到买了你喜欢，你选了以后，对呀，我就把它，就像那个供上去，漂漂亮亮的。但是不要说火供的烧掉，就是供上去、存上去，就带着身上玩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也带着身上玩。你要送你一个礼物，好，那么你就真这个真的就给你了，假的就给玉萍了。对，真的就给你了，假的就给玉萍了。他说要再抱抱他。哦。亲一下。撒娇。撒娇。
脾气都一样，都是用吵的。我等一下吃饭的时候，你跟我来吃饭。对啊，吃饭的时候你要用抢的。哎，要抢的。好不好？跟我们一起吃晚餐。邀请你跟我们一起吃晚餐。这样看来，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法力出去太多了，很多都赶得来了，都知道了。我们在那个哪？那个出太多了，好累，好累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那也要去。刚在那边很多啊，就是。我一直撑不下去，就觉得胃好像都在翻起。然后所以，我那时候我想说，因为是那些那个磁场的关系，他们那个磁场很多啊。对啊，所以我原先以为是那一些。我的眼睛都痛了，后来我就拿那个链子，就是哎啊，就去弄一下，搓眼睛。就是他们那个大师都是给他们这样弄，弄完了，那直接让你来弄就好了。也摸摸凉的脸嘛，让他们来亲近一下我。所以这个法就是心呐、就是你们那个珠子上那么多的阴德在上面，那母娘的脸也让你摸一摸，让你眼睛看我担你这个业，担你这个业，我眼睛都痛了。你们这个业一直这样跟，让母娘痛，你们也不忍心。所以他其实我会感觉说，因为不过我们这次来西藏啊，你的光太强了，所以就像我们来西藏，我们很不舒服，是因为各地的冤亲债主都收到光，都知道，所以就因为。跨过这次就没了，除非说我们有投胎到这个地方，我才能再逃。那我要轮回好几次，我才可能会碰到我要逃的人。所以你的光出去之后，他们全都过了，所以我们才会这么累。那如果说他今天，他也有权利说，我跟在你身上回到台湾，他找小佩，小佩以后还是会对你，所以他也不愿意说他回去。可是他要有功德说，我今天是堂堂的功德，我不用再去跟他讨。可是我又不能很明白跟你讲说，你给我功德那样子，我给他吗？我叫菩萨来安排嘛，因为到底要给到什么程度？对不对？让菩萨安排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一切这种无形的，我们还是交给菩萨；有形的，我可以买的、可以做的，我就做了。无形的光了，无形的光，要发就发了，我也没办法。想发呀，我都病倒了，对吧？就给吧，能给多少就给吧。能够抓他掏两个玉子令，是黑令，黑令旗，两个黑令旗。哇，费事很快，你都不知道我怎么骂他，我都骂他千刀万剐，直到目前他年龄才30多岁，已经接受了很多千刀万剐。我心里都在想，不说了。而且我会感觉到说烧我的时候，是我根本没有办法去游，因为我被绑住的，就是没有办法挣扎。对，所以就像这样整个这样烧，所以他们很远，而且不是九台。好多个，你们也在，我们呢？不知道。像这种烧法都是敌对的战场，伺机吧，杀鸡儆猴吧。伺机，我也有啊。就是说，恶霸。恶霸，别急了，他又跑来。这样子，我怎么？对不起。所以我今天买那个天珠子，就讲不要有势力眼，就这个眼也要在修。真的，我们真的做了这么多坏事，很难。我也喜欢坐这个位置。现在就是灾难是很多嘛，对啊，灾难就很多，是啊。但是，假如这个灾难这么多，都要让大家都那么担当这个业，都打下来，真的也很惨。会。能够尽量化就化了，对吗？点到为止。对。如果这一趟我们增长不少，那对我来说，我会觉得也值得。今天被掏也是值得，就是也是应该的。我们也要，我们把这个片段将来发给人家看，你到哪里你也逃不掉。逃不了。你在哪一世也搞了多少案子？所以还好，就是我们还上天垂怜，让我们亲自来跑。对。对不对？那些没有跑的，他回去又受什么灾难？又不晓得。也不晓得。
很可怜，我们也许就这样又化掉了。我应该有份吧，我这个手也不行，我手被小苗给扭了。对，那小苗给扭了，因为烧的时候比较脆啊，脆弱了都。用讲就大心，没有关系，没有，不要真的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好，我们用晚餐啦、啊，现在已经八点了，用晚餐，这天气还那么亮。交心交心交心，我们袁东宝了，来了一个新地精的，来走来走来走，阿聪，你以前别练了，我今天晚上怎么办？没关系啊，暂借一晚啊，暂借一晚。哎呀，啊！快给我滚！快给我滚！不会吧？你又输了？刚刚我离开了嘛，哈，刚刚我在这里讲这个政教合一的现象，还有讲这个这里的改进的地方。我们逢人都要告诉他，活佛就是你每个人要生活性，活的佛性啊，不是在那里就是喇嘛就是活佛。你打开眼睛去看世界，你看那个美国黑人就能够震撼世界，你看那个黑人真是不简单的，美国总统黑人呢，那时候我们不上那个档次，你就站在给你总统位，你也做不下去呀、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种族的问题存在，种族没有问题存在，是我们个人的行为的问题，我们个人能不能拿得出去给人家看。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行程稍微变更一点也好，因为台湾也好，任何地方水就是水，山就是山，对不对？你也是取长江一瓢饮之，或者看那一眼，但是你不如看你的智慧之海，智慧之大池，智慧之海，出去以后每个人都有一段。人家说你到西藏来干嘛？到了藏教最贵的地方，结果你看到了藏是什么？没有东西，回去对不起自己。我们多在这里面取经吧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好。有人知道那个这边、啊、可爱的。我跟你讲，我昨天啊找不到我的房间，因为我不知道我前天是怎么进去的，我只知道有人把我扶进去，然后昨天晚上要睡觉之后，我还打电话给雾点说，雾点，我的房间第几号？因为我有先去按一个305。然后我一听到里面回应的是一个男生，我就跑掉，我说对不起，我按错电铃了，然后我就跑掉了，然后我就只好又回到那个美金的房间，赶快问误点，结果后来我的房号是303。你看都已经体力不太好了、哦、对啊，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尽量去调整自己的呼吸啊，然后还有就是注意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，有什么问题大家同修就要互相帮忙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刚刚在吃饭的时候那个有稍微调整了一下嘛齁，所以等一下要再跟那个导游大哥讲一下，我们今天有多了一个行程，就是小招式哦，原本是大招式而已嘛，那因为小招式跟大招式就是在附近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行程再把它安排进来。好，那文宣部分美金发给大家的吗？拿去拿呀，是吗？文宣部分就是大家手上都是哪一点，然后佛珠补充，然后拜供的东西分摊大家多少带一点这样子。那记得因为我们的东西还是有限，有发佛珠的哦，就这样。有发佛珠的要再发文宣吗？还是文宣要看情形。好，佛珠也要看量了，因为量变了要放了，好发了。
佛珠那边，我那边还有两包，还有谁那里有？见得多，分一下，分一下，分一下。北京还要用。对，所以我们念珠稍微的。对，就是控制一下，一样一个人一个，好，一个人一个。那而且有些不需要，那个小朋友很小的需要，对对对对。拿起来拿拿起来，对。要注意哦，要注意。如果说他是说我要给我爸爸妈妈，那这时候你要怎么讲？我要求给我的家人，你说一家就够了。我昨天碰到一个，一家人一个就够了。他说他要给他爸爸妈，他要给他老婆，给他小孩，给他的谁？跟我要了四个，我本来没有给他。结果他就说那我的谁没有？你说那佛珠大家轮流带，轮流带。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，会造成抢的了。你就讲一句话，你不要这样讲那么多，因为时间很紧，还讲重要的话。就是一个家庭一个啦。对，好，大家轮流带。是家里家庭一个就好了，你就说这个已经有加持过了，已经有加持过了，所以一个家庭一个就可以保佑全家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然后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还有没有其他人要讲的？还有。这几天你在就是发文宣啊，发电珠好碰到什么样的情况，需要大家再留意的。哎，你到了。好，那刚好也到了那个导游大哥这边，那我们就把那个欢迎欢迎欢迎，来欢迎欢迎的时候来一个爱的鼓励，爱的鼓励起来。那个打开看看。嘿。因为导游昨天在帮我们买了西西，他们要改一下，赶快叫我们。忙忙了很晚。